麦克风 OK， 现场准备哦，来，三二，耳目一新，开麦秀。你我没有距离，就在这里，中心点滴回去，还要有你，大爱容易起，彼此心连心，缺一都不行，让你耳目一新。各位耳目一新开麦秀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也是大爱电视台节目部的制作人，我是庄桂梅。那今天我们也有尾鱼小帮手在现场，也可以随时给我一些帮助。那我现在呢做的节目呢是儿童节目博元哥哥的秘密屋。博元哥哥其实今天本来也要来现场啦，只是很不巧的他前两天就是得了流感发烧，所以很可惜他不能来。不过我相信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邀请他来，因为让他来聊一聊就是博元哥哥的秘密屋这个节目他的一些心得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感想的话，一定也非常的有趣。那我稍微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我来大概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那之前呢是在就是别的频道，然后是亲子台的频道，所以我做儿童节目也有将近16年的时间了。所以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成长啊，一起就是进步，我真的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我一开始在大爱是做胡椒妙博士，然后是一个环保的节目，然后也有做小主播看天下，哈，就是一个新闻的一个很多元化的节目。那现在做的呢就是博元哥哥的秘密屋。那在这个节目也开播2年左右咯。嘿，虽然说比起一些常青的儿童节目来说的话是就是比较是新生代啦，不过呢也是有经营一段时间了。希望说大家有机会的话，有空的话也可以说来就是我们的大爱官网或者是大爱电视台，然后在我们的每个礼拜二下午的5点，然后都会播出。然后它是一个比较讲就是亲子的一个情绪教养节目，就是照顾小朋友的情绪的一个节目。那哇，我看到好多的听友已经上我们的脸书的聊天室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哇，有秀玉师姐，然后有纪彻哈，纪彻大哥，然后还有万毅大哥，大家午安。对，我们也希望说博元哥哥可以早点康复这样子。对，好，那我想说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博元哥哥的秘密屋这个节目，因为它是一个情绪教育的节目。那我想问问尾鱼，你对于情绪教育这四个字有什么感觉？我第一个想到应该是跟学校有关的，就是辅导室。哦，就是如果情绪有问题，对，就会被辅导主任抓走。可是一听到辅导室，会不会就想要绕跑？对，感觉好像是问题很大了，对，才会去辅导室。对啊，其实啊，情绪教育，大家一听到情绪教育，会觉得说，哎，这个四个字眼好像很沉重。然后对，因为情绪教育好像我们这个年代，嘿，从小到大也没有人教啊，也没有人讲这四个字啊，然后哎，好像就这样长大了。那大家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都会互相劝说，哎呀，你要想开一点。那可是如何想开一点嘞？不知道，自己摸破头，大家没有经验。对啊，然后上人也常常在就是关照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说要照顾好自己的心。对，可是要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心呢？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所谓情绪教育在告诉大家的一个内容。对，我们怎么去了解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然后怎么去转换一些情绪，不要让就是不舒服的不开心的情绪一直去影响到自己。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教育。对，所以
对，这个也是一个蛮深的学问，我也是边做边学，对，也学到很多，对对对对。然后可是情绪教育真的很重要，因为随着就是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也常常会看到听到一些就是冲突事件啊，或者是说集体的那个就是有一些暴力事件等等的，对，所以这一块呢现在也越来越受重视了。然后甚至于去年新公布的108课纲也把情绪教育这一块正式的列入课纲之中，对。所以其实不只是小朋友要学，其实我觉得大人平常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这个议题，然后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心，这样子。那我们自己大爱电视台啊，其实从10年前对就开始很注意这一块了，所以像幸福联络部，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对，它里面就有聊到很多亲子教养啊，或者是说帮小朋友解决问题的一些题目。然后再来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哈，那时候是由小卫老师然后带着博元哥哥，博元哥哥那时候还是一个小恐龙，他那时候还没有进化成人他是一个爱生气的小恐龙这样子，对。可是在里面呢也就是聊了很多就是帮助孩子的一些题目这样子。那所以之后呢再一直演变变成博元哥哥的秘密屋这个节目，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孩子可以解决烦恼，然后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原地倾吐心事，然后也可以就是帮助他们面对未来，增加自己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节目。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关心我们节目，让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这样子。好，那再来呢我想说跟大家聊聊就是情绪，情绪这两个字可能就会觉得说它好像摸不着也看不到，很虚无缥缈。可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换一个字眼，就是心情，对，心情这个字大家就比较常常可以就是常常就会接触到了。然后最常你关心朋友的一个方法，你今天心情好吗？你今天心情如何啊，对不对？好不好，或者是开不开心。然后可是呢有的人呢就是他只知道好或不好，或者是说再多一点他就不太想去想了。甚至于面对一些比较不舒服不开心的情绪，他甚至还会去逃避哦。对，你有没有常常会譬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有在好像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就问说你在生气吗？然后他就会说哪有，没有，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对对对对，你再问我就真的要生气了对对对 对, 对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关心你看起来很难过耶，有没有？然后他们可能还会回避，就说还好啊，没事没事。对对对对，一方面可能就是爱面子，一方面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去被教，或者是没有去转个观念去想说其实这些情绪我们是可以贴近它的，去接受它的，去察觉它的，去了解它的。对，所以如果说一味的逃避下去，或者是一味的去压抑它的话，其实就会造成很多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了。对，对，说是有时候可能有人会头痛啊，或者是心悸啊，或者是呼吸喘不过来，或者是胃痛等等的，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有啊，你全身上下好得很嘞。对对对对，原来是心理上面的有问题对啊，他找不到原因呢。可是有可能就是你压力过大，或者是有可能就是你最近真的太过压抑了，太过于没有去关照自己的内心了。对，所以其实察觉情绪就是转换情绪的第一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忘记或忽略掉的一个步骤。对，所以如果能够察觉面对接纳我们的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其实都可以一并的去接纳。然后大家其实都会喜欢好的情绪，就是正向的情绪，比如说开心啊，兴奋啊，然后快乐啊，每个人都好喜欢哦。可是遇到一些比较负向的比较不好的情绪，大家所谓的坏情绪，就很讨厌他，就最好他不要来，不要生气，不要难过，
不要忧郁，不要沮丧，嗯，不要紧张，去压抑它。没有，其实这些情绪它都是有功能的哦。嗯、虽然说我们遇到它会不舒服，嗯，可是它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我再给大家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其实这些坏的情绪，它是要帮助我们活得更好哦。哦。对哦，来来来，我问你， hey. 生气，生气，你觉得你为什么会生气？你什么情况下会生气？觉得自己被踩到自己的点了，对，被侵犯，哦，被侵犯，所以我要捍卫我自己，对，哦，是不是？所以是要保护自己的，对，没错，你很聪明，一下就点到，就通了。对，因为其实这些情绪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哎，可能有一些事情，嗯，哎，是侵犯到我们了，就是生气。嗯、好好、嗯，那再问一个，恐惧，恐惧，恐惧，害怕，对，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我害怕，是因为我怕我做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哎，有有有有到，或者是说你到一个环境会害怕，会陌生，对，是不是觉得？嗯，自己可能被威胁了。哦，对，被威胁。对，譬如说有人怕鬼，大家都怕鬼，大家都怕鬼，大家都怕鬼，因为怕鬼会伤害我们啊。嗯、对对对，那这时候有这个情绪之后，下一个是不是就有行动了？嗯，嘿、hey, ，你就可以赶快跑。嗯，哎，对，这就是这些情绪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哦，对对对。对，然后像我今天要来当那个所谓的广播主持人，其实也很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可是紧张呢，就是告诉我说，哎，好像有东西还没准备好。嗯、对，那是不是我再多准备一下？哎，再去把内容多想一想。嗯，哎，我这些情绪就可以说稍微去转换它了。嗯，就比较没那么紧张了。所以是要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是，没错，其实就是。先去面对，然后想一想会引起我们这些情绪的背后原因，对，然后呢再来去就去找出方法或者是对策，或者甚至有行动，有行动更好、嗯、有行动的时候就放心了，是不是那个情绪就哎转换掉了，对对，所以这个阶段其实可以试试看，而且让自己去练习看看、嗯、然后越练习也会有可能越厉害哦、嗯、对，总比我们一直那个啊，我好生气好生气好生气，然后怎么办呢，压抑它、或者忽略它、或者最后大爆炸、啊、火山爆发对，然后骂小孩骂狗骂什么、转移那个自己的气，对，因为这样不行，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出口，对，方法，或者是说是一个往好的结果做的方法、嗯、反而就会找一个不好的方法去发泄、嗯、那那时候引起的结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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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因为这些也是那个我们的节目顾问陈志恒老师、嗯、他是一个諮商心理师、嗯、他那时候有提到一句话我就觉得好棒，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他就说负面情绪呢其实他是像客人哦，嘿、hey, 所以他来找你呢，他只是来拜访你，拜访我，对，然后跟你聊聊天，嗯，你不要把他当作是来攻击你，然后就把他拒在门外，嗯，不让他进来，所以偶尔也要放他进来，其实你可以很放心的放他进来哦，对，因为他是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嗯，当我们听他讲完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有一些想法的转变，或者是说有一些行动的改变的时候、嗯、他就说哇你好棒哦，你有收到我的讯息了、哦、对，那对，那你很能够照顾自己了、嗯、我就可以很放心的离开你了，哦，有没有觉得这个观念、嗯、这个想法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再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负面情绪、嗯、难怪说困境是自己的老师， 对， 對，没错，危机就是转机，或者是说對對對對對这个困境就是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了，嗯、hey, 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这些，然后呢我也希望说大家也可以察觉一下，哎、欸，今天的心情好吗，你今天的心情如何，不管是好的坏的、嗯、你都可以先来去察觉一下，跟自己的心贴近一下，跟自己聊聊天，对，然后察觉之后如果有可以做一些行动，
或者是说这个行动之后就有可能带一些转换。那当然这个行动也许有点就是要需要一些计划或者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你也可以就是说在行动的就是还没那么快效果的时候找一些方法让自己去转换情绪，我觉得也不错。比如说像我的话，我自己很喜欢去亲近大自然，然后很喜欢去爬山，因为我觉得爬山真的是太好了，又可以运动流汗，又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去就是有森林的那个就是最棒的一个空气，然后景色啊，反正就是任何的方方面面我都觉得超赞的。所以也许你也可以在聊天室跟我分享一下啊，那你转换心情的方法是什么也不错。对，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地球是我家。那这首歌呢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跟地球上的万物一起和平共处，然后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对，如果能够在地球这个怀抱，然后大家一定会得到最安稳的一个心灵。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让生命延续的大地，生活环保，爱地球，要时刻铭记于心。慈悲是我们的天性，让万物生活时刻充满感激。大地资源有限，爱心守护无限，善于天地浪费，舒适激发感谢。我们心中有爱，携手改变世界，让地球复原，让生命更有尊严。欢迎回来现场，我看到万一师兄有一个爱心，嘿，今天一定心情很好哦。
好，那今天呢，其实来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博元哥哥的秘密屋呢，就是最近制作了4集关于青少年轻生话题的这样的一个系列。那昨天才刚播完第4集，对，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对，可以去我们的大爱官网，或者是说大爱的 YouTube 都可以看得到，对，好，那为什么会做这个系列呢？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卫福部呢，去年曾经做了一个统计。在于就是2020年统计的时候，统计2019年的一个数据啦，然后发现呢，青少年十大死因，就是死亡的原因，其中第二名竟然就是自己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好奇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是意外，对，所以其实除了注意外界可能有可能会伤害我们，也有可能自己也会伤害自己，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大家好好来思考，好好来重视的。那我们都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聊的一些情绪转换的方法，我们都不希望说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走到这样子最后一步，对，真的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可是真的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就一切都来不及了，对，所以呢我们才会制作这4集的一个系列专题，就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然后也给大家一些方法，嘿，让大家去觉察自己，然后觉察自己的情绪问题，或者是说当身边有人真的想要轻生或者是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或者说自己真的就是前面的事情来不及做嘛，可是如果说自己也面临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如何的帮助自己在最后一步赶快急转弯，赶快换一个方向，嘿，不要再往那一条路一直走下去了，对，所以这4集呢，我觉得就是还算蛮面面俱到的，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对，一起来看看这4集的内容。嘿，那我们都不希望说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嘛，所以我们先来就是因为我们有请陈志恒当我们的顾问，然后他也是就是很棒的那个諮商心理师，他也有就是帮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问卷，嘿，就是一个情绪困扰检核表。让大家先去察觉一下自己最近的情绪的状况是如何，那里面就有一些选项跟指标，我觉得就现在就带着听众朋友一起来先做做这个情绪困扰检核表好了，大家一边听一边想一想，然后一边先把那个里面的一些数字记下来，然后最后做一个加总。那大家做这个情绪困扰检核表呢，主要是先思考一下是在最近2个礼拜内哦，包括今天，就是这2周内，然后有没有发生过以下的一些情况，对，然后所以大家也不要想太遥远的事情，也不要想说昨天或者是前天，是这2个礼拜先想一下是这2个礼拜内的状况哦。好，那第一题呢是，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有紧张，然后无法放松的感觉？如果总是如此的话呢，就打4分；常常如此3分；有时如此2分；偶尔如此是1分；那完全没有就是0分。那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啦，你如果问我说总是如此次数大概是几次，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就是自己心里的感觉，就是哎，我最近这2个礼拜有没有常常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总是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有时候的状况，或者是偶尔而已，对，这个就可以思考一下。好，那再来第二题，有没有感觉难过，心情不好，或者是容易生气的状况？好，一样也是总是4分，常常3分，有时2分，偶尔1分，完全没有0分。好，然后再来，容易吃不下或者是暴饮暴食吗？
好，察觉一下在饮食部分有这个状况吗？如果总是的话请打四分，常常的话是三分，有时是两分，偶尔的话就一分。好，然后再来第四题，本来感觉有兴趣的事情现在也不太想做了。好，察觉一下，来，总是四分，常常三分，有时两分，偶尔一分。好，然后再来，感觉自己的表现比以前差，甚至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总是如此的话请打四分，常常三分，有时两分，偶尔一分，完全没有零分。好，再来是睡眠状况，觉得自己睡不好啊，不是，是察觉一下自己睡眠状况，睡不好，很难睡着，容易醒来，或者是很早就醒过来了。这个总是四分，常常三分，有时两分，偶尔一分，完全没有请零分。然后最后一题，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自己，就算消失也无所谓啊，如果总是觉得如此，就是四分，常常三分，又是两分，偶尔一分。好，总共就是这七题。那这七题呢，请大家做一个加总的一个数字，嘿，就是把刚刚的上面的数字通通加起来，然后呢就是先记录一下。那我们还有一个附加题哦，哈，这个附加题呢是另外计分的，对，那这个也大家请大家思考一下，你曾经有想过要伤害自己，或者是更严重的轻生的想法吗？对，如果有的话呢，也是就是按照刚刚的计分标准，总是是四分，常常三分，又是两分，然后偶尔是一分。OK， 好。那做完这个情绪困扰检核表，大家一定很关心，对，就是这个检核表出来的一个结果会是如何呢？对，那我也在这里嘿，让大家知道一下，来来来，公布一下结果，噔噔噔噔。好，如果说你是零到七分之内的呢，很恭喜你，你现在的情绪困扰呢是绿灯。通行无阻，对，你现在的情绪呢非常的稳定，而且呢你是一个懂得适时的调整情绪还有压力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哦，恭喜你。好，那如果说超过七分，完蛋了，会不会我有怎样怎样，没关系，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人总是有压力的。如果你是八分到十四分之间的呢，你就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情绪困扰，然后这时候呢就建议你嘿，可以去找家人，你信赖的人或者是朋友嘿，先去聊聊天，然后也许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讨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现在的最主要的烦恼或者是你最主要的压力可以得到疏解，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说是让你的情绪可以去做转换。对，所以如果是这个阶段的话，你现在的阶段是黄灯咯，绿灯行，红灯停，黄灯就是要注意了。好，然后如果呢你是15分以上，糟糕，你现在的状况呢真的是蛮困扰的，嘿，你现在的状况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烦恼都在困扰你了，甚至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时候我们察觉到自己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当察觉到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去转换它，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去找比较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心理师来帮忙。那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呢，其实也有就是免付费的24小时的求助专线1925，这个也可以找，也可以来帮忙你，所以这个一定要来去面正视它，然后我们想办法来去转换它。那刚刚也有请大家做一个附加题，好，所以这个附加题呢我们也注意一下，只要有一分，它只要有一分的一个状况或一分以上的，就赶快去找专业人员来求来帮忙。我觉得适时的求助并不丢脸，对，因为其实当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自身不足的时候，其实适时的求助，然后适时的去找对的人来帮助自己的时候，其实换个观念，换个角度，也许就可以让整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转弯到另外一条路上面了。
我们都希望说大家在一个幸福快乐的道路上，而不是走到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可能会掉到悬崖的那条路了。这个真的是要靠自我察觉。然后当然如果身边的人对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也都有一些警讯，或者有一些讯息，或者有一些行为，其实都看得出来的。所以呢，这现在我就请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制作的一个戏剧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它里面呢，就是由博元饰演的小元，对，小元他面临了什么状况，他里面有什么困扰的一些警讯，大家可以来仔细的听一下，或者是说在聊天室的朋友就可以看一下，来看看说他的状况是什么。对，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来到金钟世界啦！啊，现在在上国语课哦。自己的小路，这是徐鲁写的新的诗歌。他呢是希望呢，我们能够永远保持希望，永远的往前迈进，了解吗？好，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了。来，小元，你来找我一下。其他同学下课。小声。小元啊，你这一次月考考了只有90分哦。妈妈昨天还打电话给老师，希望老师呢能够关心一下你的成绩。那老师看了一下你错的地方，其实那些地方你都会耶，所以下次要更加油，好不好？不是老师，这一次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小元，老师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只要再加油，加那么一点点，多一点点用心，就会更好了，好不好？下次再加油，好吗？为什么我怎么努力你们都看不到，我怎么做你们永远都不会满意？虽然老师在鼓励着小元，但是小元听起来他觉得很不开心，好烦，好委屈，甚至好无助。这一些期待重重的压在小元身上，他都快走不动了。哎，小元，你不错嘛！这次国语考试考这么难，你还可以考90分哎，哪像我，只考了70分。不过啊，我爸说只要我有考及格，他就要带我去游乐园玩呢，超期待的。哇，也太好了吧！对啊，哎，我跟你说，上次我去的那家超好玩的，你一定要去。上次你是说新开的那间吗？对。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啦，我还要订正呢，烦死了。嚣张什么啊？考得好了不起哦，我们不要理他了。哦，很痛哎！你们在做什么啦？小元，你没事吧？都你啦，打到人了。哎呦，我丢那么小力，又不会痛。不会痛，是痛在我身上，而不是痛在你身上。况且你打到了，你应该要先说对不起吧。哎呦，凶什么凶啊？脾气怎么那么差啊？讨厌鬼！不要理他啦，脾气差又孤僻，看谁想要跟他玩。我们自己玩。我脾气真的很差吗？我也好想跟小俊他们一起玩球哦。挫折、委屈、生气，啊！这一些不舒服的情绪都挤在一起，感觉快要爆炸啦！啊！嘿，爆炸完之后，心情好像真的有变好一点嘞。但是一下子就又回来了，而且还越变越大。怎么办？小元好像感觉更难过，更讨厌自己了。小元啊，
这是补习班费用，等一下你去补习班记得拿给老师哦。妈妈帮你报了全科班，你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哦，加油！哦，什么全科班啊，是要逼死谁啦？我要跟爸爸说。爸爸怎么都不接电话啊？算了，还是打给妈妈好了。喂，小袁啊，什么事啊？妈妈今天加班还在公司。哎，你现在不是应该去补习班吗？等一下在路上记得买晚餐吃哦啊。妈妈，那个，如果跟妈妈说不去补全科班，她一定不会答应的。嗯，妈妈，我今天觉得肚子好像有点痛，哎，都吃不下啊。还有你上次给我的睡觉药吃了好像也都没用，然后好了好了，我知道那个你在妈妈的那个抽屉第二格里面有胃药，拿两颗来吃应该就没事了啊。小鱼啊，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妈妈这个礼拜非常忙，你不要吵妈妈哦啊，要认真读书哦啊。好，就这样了。妈妈，我你们都只关心我的成绩，都没有人真的关心我，去了学校同学也都讨厌我，我就是个讨人厌的废物。你怎么努力都做不好，根本没有人在乎你，看我一起变成鬼吧。好，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小袁真是一个全天下状况最多的小孩子啊，所有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他身上。因为我们每一集都有镜中世界，然后就是用戏剧的方式把小朋友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给呈现出来，所以他常常遇到很多的困扰跟那个情绪上的烦恼。好，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从刚刚的戏剧里面找出，就是当遇到情绪困扰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征兆呢？不晓得伟瑜有没有看到小袁有什么，好像对他显现出来比较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有暴怒，然后压力觉得很大。对，他一遇到朋友可能只是跟他聊天，可是他的情绪反应，对，非常的大。对对对对对，反应非常的让大家吓一跳，然后可能同学不小心碰到他，他也是非常的暴躁。对，嗯，那还有呢，还有看到什么吗？还有看到，他跟妈妈要抱怨什么？也不是抱怨了，他跟妈妈求助，他说他身体上面有什么状况？他不舒服。对，他不舒服，然后就胃药，要去吃胃药。他说他吃不下，对，对，可能就食欲不振。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还有没有注意到一点，他跟他妈妈要，就是他已经吃了什么药了，然后他跟他妈妈抱怨说，这个药对他没有帮助。想睡觉的药。就是他竟然也睡眠状况不好了，他需要用到安眠药了。对，这个其实他的情绪困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还会发现说，小袁他的自我价值感非常的低落。他会开始觉得说，哎，在老师的心里或者是在同学的心里，大家都不喜欢他。然后妈妈也只重视成绩，然后就是大家都不关心他，他的自我存在感非常非常的低落。所以他就是那些可怕的鬼的声音出来，就是很像那种负面情绪在一直跟他对话，说啊，你没有，你不重要，你不重要，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也没关系。对，当我们已经到小袁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真的那个情绪困扰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不希望遇到那一步。那我接下来就要教大家怎么解决，对，怎么舒缓，怎么舒缓，或者是搭上一个最新流行的话题——鬼灭。怎么来让这些鬼，对，请出去，对，不要让它再影响我们了。
对，那第一步呢，其实这一步呢，其实非常好用，而且你日常生活都用得到的，用得到的。第一步呢，就是叫做冷静呼吸法。当你呢，真的情绪压力非常大，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紧张，然后非常的害怕，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试试看，就是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大家可能就都有听过，其实这个方法呢，就是用鼻子吸气3秒钟，它有个口诀啦，3、2、4，先用鼻子呼吸3秒钟，然后让那个气，对，是非常深沉的到你的胸腔，因为大家都知道呼吸是肺嘛，可是它是深沉的到胸腔之后，可以让你的肚子鼓起来，所以叫做腹式呼吸，所以就知道说那个吸进来的空气量是多大了，所以你慢慢的慢慢的数3秒钟，然后去呼吸，让你的肚子凸出来2秒钟，对，让它在你的肚子停留2秒钟。放心好了，这个不会增加大家的小腹的那个不会那个存量，不会不会，它不是脂肪，对对对，它只是空气，我们的肚子像皮球一样非常的弹性的，对对对 对。好，然后呢2秒钟停留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呼把气呼出来，吐气4秒钟，1、2、3、4，然后吐气的时候就是用力的把肚子里面的气压出来，所以这时候手也可以放在你的腹部，对，去感受，对，让他去感受它，膨胀起来，然后消下去了，对，然后这个呢，这个循环呢，大概你不要说觉得一次就见效，那就是神药了，对，特效药，一次我就不生气，就不是的，不可能的，对对对对，你要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5分钟去做这个循环，可以做5到10分钟，如果真的觉得说5分钟还不够，就多做一点到10分钟，对，因为当我们专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的其他的念头就会慢慢的康荡下来，就灭掉鬼了。对，就是让他不再困扰你了。对，所以是个好方法。对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呢是一个让自己恢复冷静的第一步。第一步。对，第一步而已。第一步。对，还有别步。没错、啊。想说如果靠呼吸就可以让鬼拜拜，那真的比那个什么鬼灭的任何的呼吸法还厉害了。还不是那个，对对对，我们的那个对象还有点大，对。所以呢第一步只是让我们的情绪先calm down，对。然后因为这个再讲到一点比较专业的，就是我们的情绪大部分都是用杏仁核在思考，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名词，有最 主导我们情绪的反应是杏仁核，然后当大家可能会听过杏仁核冲动，就是因为这个情绪太过主导你的所有全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冲动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们还有大脑还有另外一个前面的部分，然后我们叫它前额叶，它就是比较理性思考，理性思考，对，所以呢我们刚刚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前额，就是让我们的杏仁核先吹吹冷气，让它冷静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让我们的前额叶可以有空间，对，因为一个太活跃，一个就被挤压了，有空间有时间可以去恢复运作，所以我们的第二步呢就叫做理性大脑运作，拆解痛苦情绪，对，然后如果这个讲的比较大家熟悉的名词呢，可能就叫做转念，转念，对，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执着于一个情绪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就僵硬了，对，就像刚刚那个小圆，他觉得说妈妈为什么 不关心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然后如果说这时候可以再去转念，找到一个其他的可能的弹性想法，因为不一定我们所谓的弹性想法就是事实，因为那个妈妈心里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嘛，可是也许还有其他的弹性想法，就是也许妈妈正在忙，
对，他忙完之后才有可能来关心我。对对对对对对，没错，他忙完之后，他有他的焦点就会回到我身上了，所以他并不是不爱我啊，他是因为他这时候正在忙。了解。对，所以多一点弹性想法，是不是我们这时候的情绪就可以得到舒缓了？对对，然后这时候再去想想，哎，做一些什么事情让自己舒服，让自己缓解一下的话，这时候就是对这时候的情绪更有帮助了。那小圆刚刚也有一个情绪，其实也蛮困扰他的，就是焦虑。焦虑。对对对对，焦虑就是他可能觉得他会很焦虑，说，哎呦，我成绩不好，老师不喜欢我。妈妈也会不爱我，大家都不喜欢我。对，如这时候，尾鱼，你觉得我们怎么找出一个弹性的想法嘞？还有什么方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OK， 弹性的想法应该就是妈妈担心我，就是未来，对，就是担心我啦。对，就是因为太爱我了，所以才关心我。没错，他并不会因为你目前的成绩，然后就切断他所有的爱。而且更深层的就是他真的是太爱你了，关心你未来不好，然后关心你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啊，你没有美好的人生啊，所以他目前才会这么的在乎你的成绩。对，那也许这时候我们转换一下想法，先去让自己做一点开心的事情舒缓一下。那也许我们等两边都有空的时间，自己也没那么焦虑的时候，可以跟妈妈聊一聊啊，我知道你很爱我，很关心我的成绩，那我这时候呢就是也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压力，我会努力的，我会知道说要照顾好自己，让妈妈放心。也许妈妈的焦虑可以少一点，我们的焦虑也可以少一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理性大脑运作之后的一个结果，可以把这些痛苦的情绪慢慢慢慢的都拆解掉一些。那这些的所谓的鬼，它就可以变身为刚刚我们讲的客人。它就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面目可憎。它只是来告诉我们说，哦，一些事情，那我们跟他聊一聊，有了想法，有了做法，那这些客人就会离开了。对。好，那这个就是在于一个情绪困扰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可以运作的方法。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我觉得因为我们博元哥哥的秘密屋就是一直在聊这方面的事情，那也许对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常常来看，然后也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参考或者是学习。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好，对，这个叫做多谢陪伴。那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青少年轻生的话题嘛，那其实陪伴呢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一个行动。对，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多谢陪伴。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们圈在一起，一道摸不透的墙却隔开彼此的气息，我想要改变你，却忘了改变自己。我知道不容易，但不能停在原地等待奇迹。多谢你的陪伴，多谢你知道相爱只需要勇敢，相处却没有标准答案。多谢你的陪伴，路就不会那么难。终于等到望穿秋水的笑容，原来那么温暖。春风能解冻，和风能让云消散，相处其实不难。
需要多些陪伴。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们圈在一起，一道摸不透的墙却隔开彼此的气息。我想要改变你，却忘了改变自己。我知道不容易，但不能停奇迹。多谢你的陪伴，多谢你的冷淡，让我知道相爱只需要勇敢，相处却没有标准答案。多谢你的陪伴，路就不会那么难。秋水的笑容原来那么温暖，春风能解冻，和风能让云消散，相处其实不难，需要多些陪伴。多谢你的陪伴，路就不会那么难，终于等到望穿秋水的笑容。好，真的陪伴是一个最温暖最有力量的一个举动了，大家也可以多多陪伴身边的人。那我这边还有一些释放压力的一些方法，嘿，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就像譬如说你可以走出户外，多接触大自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最爱啦。对，然后规律运动，嘿，就是让自己的脑内分泌多一点多巴胺，然后可以就是转换一下心情，然后正常的作息，或者是有喜欢的创作活动的话，你也可以多去参与。嗯，哎，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脑袋是放空的，因为非常非常的开心。嗯嗯，然后和好朋友聊聊天啊，和 好朋友谈心一下，然后正向的思考，对，就是我们往好处想这样子。好，那刚刚就是聊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嗯，是博元哥哥秘密屋所制作的青少年的一个可能就是亲身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专案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接下来聊到说，如果说真的你遇到了一些情绪困扰，然后察觉到了自己真的可能有这个倾向的时候，嗯，你可以怎么帮助自己？嗯，其实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机里面先建立三个神救援名单。哦，三个，三个神救援名单。对，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你最信任的人。哦，都可以去设。对，到最信任的人。对，或者说你觉得他一定会无条件来帮忙你的人。嗯，嘿，然后设立三个。为什么要三个？因为可能第一个正在洗澡，第一个没空，啊，第二个，第二个刚好手机没放在身边，然后第三个，那怎么办？对对对，我们狡兔有三窟嘛，对，我们自己先在手机里面先想好有哪三位朋友，嗯，他是一定会在最紧要的关头可以来帮忙我们的人，嗯，嘿，自己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计划之后，然后其实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嗯，嘿。当真的有这个困扰或者一个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拨出所谓的神救援专线。好，了解。如果真的真的那么刚好这三个人手机就是没有带在身边，我们也有两个二十四小时的付费电话。嗯，hey, 这两个二十四小时的一个付费电话，嗯，一个就是1925，hey, 它是一个安心专线，都随时有人在线上可以帮忙你。
然后还有一个1995生命线，对，他也都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帮忙你。嗯，所以真的遇到困难或者是想不开，不要害怕求助，不要吝于求助，给自己多一个机会，也给身边的人多一个机会。对，嗯，了解。对，好，那再来呢，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人有这个念头，或者是他真的向你求助了，这时候你要跟他说什么？哦，要说什么？哦，对，哦，好好尴尬，啊，哦哦，糟糕，脑袋。要说什么？要说什么？说尾鱼，你要说什么？说加加油，加油，加油，可以吗？想开一点。OK， 你可以的。你乐观一点，你不要这样想。对，你笑一个。这些话都不能说。哦，真的假的？真的真的， NG，这些话都 NG。那怎么办？因为这时候他已经面临的是一个最困扰、最绝望的一个时刻了，他可能自我的价值已经非常低了，然后这时候你还叫他加油，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负担。哦，了解。他非常的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到什么任何的事情，你又叫他加油啊，我做不到，我没办法加油。然后另外再来就是想开一点，我就是想不开啊。对啊，叫你不要难过，我就是很难过啊。要是可以不难过，我就不会找你了。我也不想啊，对不对？对，没错。对啊。好，这时候我们要能说什么呢？其实给大家两句话，两句话最好记了。哦，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你还好吗？哦，你还好吗？对，这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关心。嗯，对，我在你旁边。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问句。哦，oh ，对，哦，oh ，就是他并没有给任何的评断或者立场，或者是任何的批判，嗯，嘿，他就是我们不要再给自杀者任何的批判或者是价值什么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你只要给他一个空间，让他抒发就可以了，对，让他把现在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他面临的烦恼说出来，嗯，因为说出来呢，你当你有心事说出来就好一半了。嗯，对不对？自己也曾经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你第一句话先说你还好吗？嗯，你还好吗？对，那他可能如果说他这时候可能不太想讲，他会说哦还好还好，或者是怎样的话，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下一个 PPT。 对，嗯，也许我们就可以再说你看起来很怎样怎样。哦，你看起来对，好像对，不太开心，不太开心。对，你可以多一点，让他觉得我被同理了。哦，我被了解了，你了解了我的感受了。嗯，对，这时候他可能就会哎，又再更舒服一点了。哦，对，然后再来第三句话就可以说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哦，嘿，因为他心里一定有挣扎，有纠结，有困扰，嗯，有烦恼。他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一些方法，因为他自己已经打结很久了。嗯，对对对，他这时候可能就更想讲了，然后最后他可能讲讲讲讲讲讲讲到最后一个，哎，他好像讲告一段落了。嗯，没关系，我们再多鼓励他。嗯，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嗯，哎，开启下一个循环。再多说一点，再多说一点，多鼓励他把心里的困扰都说出来，说出来。对，好，那如果说第二句第三句，因为四句总比两句比四句好记，所以我们就是起码记住两句，嗯，你还好吗跟你可以再多说一点。 OK， 那如果说你还好吗他句点了，那我们就可以用下一个，你看起来很怎样怎样，嗯，你看起来不太开心，嗯，嘿，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嘿，你看起来有点难过，欸，对啊，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对，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陪伴自杀者的一个等于是金玉良言呐，啊，这也是经过心理师给我们的建议啦。嗯，对，其他的要他加油啊什么的，啊，乐观一点啊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不用说。那万一你真的到紧要关头这两句也想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就不要说。哦，不如不要说。对，不如不要说，说错了更糟糕。哦，对，说错了，噔，推坑，
噔，他就推他一把。对，因为你在他身边就是一个最棒的陪伴的力量了。你可以在他身边做你自己的事情，可是你有陪着他，他身边有个人，他就觉得是一个安慰跟一个陪伴的力量了。对，所以呢，这些呢就是可以教给大家的。当自己遇到困扰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情绪转念的方法，然后做一些开心的事情，走出户外啊，运动啊，那些去舒缓自己的情绪，不要让自己走到那个最痛苦的那一步。或者是说身边有人真的有这些讯息，我们刚刚看到小圆有很多痛苦的讯息，我们都去注意，然后多去关心他，多去陪伴他。对，然后真的面临到那个状况，我们可以说什么，这些就是教给大家的。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急转弯，对，不要走到悬崖，而是转到一个幸福快乐的一个康庄大道。是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此告一段落，也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很开心，然后很温馨，或者是一个很平稳，对，心情都非常的平稳，然后每天都可以面临更多好的坏的，我们都接受，因为它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好，也谢谢鲔鱼今天的帮忙，谢谢。陌生的心究竟该如何靠近，忐忑不定怎么样能说清，每一次几乎就要放弃，还是你牵引着我的心，再回首那一同经历的过去，梦想着那完美结局，我拥有的算太多，陪伴你已经足够，能不能带着我完整那幸福的轮廓，拥抱之后不再泪流满目，怎能日落，只
好，有一件事情，因为刚刚聊得太开心了，就忘记了，现在赶快来补一下。就是呢，因为最近不是才儿童节，然后接着又是母亲节，对，然后儿童节呢，除了说让儿童非常欢乐之外，我们其实也要照顾一下爸妈的心。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不是现在，是4月17号开始。在大爱官网，然后还有大爱行这个网站上面会有一个策展的活动。好，这个活动呢就是父母呐喊啊的系列。现在找得到吗？现在还没有上，对啊。但是在大爱官网，对对对，记得4月17号开始，在常常关注官网的话就会看到这个策展。那里面呢有三个系列，就是父母如何去了解孩子的，譬如说刚刚聊的青少年亲生的话题，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叛逆，然后或者是孩子为什么就是追星，这么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的人这么的吸引他，为什么，所以这三个系列呢都可以让你更了解孩子，然后让你不再呐喊。对，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去上面看一看哦。好的，好，这次是真的要拜拜了。对，真的要拜拜了。谢谢桂梅姐。对，拜拜。